这项座谈会是在县党部大礼堂举行的，由主任委员陈志坚主持，县长林宝仁、地检处首席检察官王瑞林等都应邀参加。陈主任委员指出，这次选举党籍同志候选人都普遍地受到选民的热烈支持，获得了高票当选，而且在素质方面显著的提高，这是执政党赢得民心的表现。陈主委并期望诸位同志体认这个时代，抱着为民服务的热情，为国家、为民众做更大的贡献。